切换，然后只要按一个按钮，所以按钮放在第一个页面就可以。那如果我要切过来的话，其实特别说切过来这个动作，在程式里面要怎么写？切过来的那个动作，假设我们现在先做一个动作，就是说这边每一个都有资料，我要全部清除的话，那我刚刚是需要按下四个页面的清除才能完成。那现在我如果只希望按一个按钮，四个页面都清除的话，那我只要在清除的上面其实我只要写什么，另外可能你要再多学一个物件，这个物件叫工作表，工作表的话呢叫 sheet 加 s sheet 就是工作表哪一个工作表括弧第几个，后面那边括弧你会把 index 哪一 index 是索引比如说第一个的话，那如果我今天要切第一次是第一个啦第一次第一个，那你如果要切到哪一个，后面加一个点 slate 就可以了。 slate 意思说帮我切到那个工作表的意思，所以如果你要切第一个那做这件事情那如果我要再到第二个的话呢，其实只要把这个什么一变成二就可以了，有没有sheet 2点 slate， 然后在第三个就 sheet 3点 slate， 以此类推。所以如果说今天这个里面的数字会变，而且是1到4的话，那我们其实可以怎么写呢？其实可以先在上面先写一个一样写一个回圈，那回圈的范围就 for 不能用 i， 刚刚 i 用 for s s 就是那个工作表的索引子，等于呢1到4好了，意思说我要1到4的工作表做什么呢？ enter 两下打一个 next，然后我把刚刚这个 sheet 2点 slate 把它拉到里面按个 tab， 就在里面做什么帮我做切换，只要把这个 sheet s 把这里面的sheet 里面改成 s 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就会说切第一个的时候有没有切到第一个，然后换下一个的话就切到第二个，换下一个就切到第三个，以此类推啦。我先把这个效果给做给各位看一下那这个我先底下这个先把它注解掉一下如果先不跑，我先跑这个动作那我按 F8 啦，因为它跑太快一下。如果我现在 sheet 1嘛你会发现 S 现在是1嘛，那 sheet 1它会切第一个因为现在已经在第一个所以不会动现在 S 等于2的话，那 sheet 会切到第二个工作表，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就切到第二个然后一直一推第三个第四个有没有？那最后呢最好是切回去啦，所以最后切回去的话，你干脆在 next 的下面再多写一行，多写一行程式帮我切回到第一个 sheet 1点 slate 这样的话有没有，它就先第一步先切到第一个有没有，然后再切第二个，切第三个，下面这边可以看切第四个，然后最后的话呢再切回到第一个，有没有这样感觉就很顺了。那我们只需要做什么呢？最后再把什么这个切换的底下因为切过去了嘛，这个是切过去了嘛，再去做这底下的程式就 OK 了把这个注解拿掉，只要把这个中间的程式搬家特别说可能这是最难的地方，搬到哪里呢？搬到这个的里面就可以了，有没有记得Ctrl-Z 一下，记得这个最关键，把这个中间的这一段，因为我要切过去之后再做这些事情 OK， 所以要把这个中间的程式拖拉到中间之后，那我是建议你可以再按一个 tab 键，为什么？因为这是在这个回圈里面被做的事情这样不是很清楚吗？ OK， 应该可以看懂吗切过去之后做这件事情，切过去之后就做这件，所以我这个程式的话写完了我们来试一下，不过跑很快了执行看一下有没有，它这边就全部清空了，不过好像跑太快了 OK， 好，应该可以懂吧，它就切第一个清除，切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然后再切回来。好，那同样的道理如果我要把刚刚的这个考评做一样的事情的话，那道理一样嘛，怎么样呢？ enter 两下，然后呢干脆你可以把什么把刚刚的这个程式直接呢 copy 到哪里呢？其实上面都一样把这边呢，把贴过来，然后呢，这个地方呢，就把它按 tab 键，切过去之后 ，enter 两下然后再做底下这些事情。
有没有？然后 for i 一样嘛，哈 ，for i 等于for s 等于一到四，这是切第几个工作表？先切第一个做第一件事，然后换下一个，换下一个，全部清，全部 OK 之后的话呢，那我们最后一样再把它切回来 ，OK 哈、哦。所以你会发现哦，原来的程式在哪里呢？原来的程式在这里，都没有动哦，只是说会多一个 tab 键，上面呢跟外面包一下什么？切哪个工作表的动作，哦，切第几工，然后呢，最后记得把它切回到第一个工作表，那就大功告成了。OK， 那我们来试试看哦，哈，这个地方哦，因为跑蛮快的啦，所以可能会瞬间按下这个按钮啊。刚刚只有跑一次嘛，现在会不会跑？不过蛮快，我看一下，切过来 ，OK 了。然后清除的话呢？清楚好像比较卡一点哦，有没有？好，有没有发现？按一下，全部 OK 了。哦，清楚，全部都 OK 了。哦，应该知道我在做什么了哈。所以我们再把重点回顾一下哈。这个程式，那如果你担心说程式哦会有遗漏的部分的话，那请你哦参考一下那个。这个云端白板的第三页啊，这边有那个切换工作表啊，for S 啦啊，最后主要是加哪一个部分呢？加这个部分，我又把它写在这里，这个第一个，那这个是原来的程式，只是缩排而已。第二个部分是下面的部分，啊，这个是第二部分，那中间这个地方是原来的程式，啊，这个是清除部分，那考评的部分也是差不多类似的 ，OK 哈。啊，把画面呢还给各位啊。今天的部分的话，就是请各位哈、哦，把这一段程式完成，好、哦，等于是说有两个按钮了，好、哦，那我们希望就按下它，它可以分别把这些全部的事情都。